我们的林秘书长，谢谢。我的感冒好足多，恁这两天拢真少听到我咧咳嗽。伫遮做做秘书长有一个好处，逐摆来你破病吼，上无拢两二三十个同心提供秘方给我。啊，我若变真正二三十个秘方拢去食吼，我真是食死去啊！有诶秘方是来讲，足好心诶啦，啊实在是无效。啊，但是有诶呢，非常好。你前一遍，我昨下个扫甲密密麻麻，啊，一个中心看到，随走去外口，伊替我贴药啊。伊讲你这三包甲食落，我甲你保证真正随好。我昨下头一阵真正食落，讲嗯诶，下头你开会拢未扫呢？我讲啊，你是啥物物件？啊，昨下要困，搁食一餐，啊，再去搁食一遍，啊，感觉讲非常好。我本来。身上的那个毛病是啥呢？因为坐得太久了，写电脑坐伤久，坐骨神经痛啦。哇，那个什么啊，做抗旧抗狂什么那个呀、啊？那个坐骨神经啦。啊，我以前唔知影嘛吼。啊，甲我迄日讲伫看电视，看讲心经疼，这都你讲我咧。啊，但是我唔食伊个药啊。因为当心足好诶，拢甲报啥物药啊呢？甲报番薯甲迄个啊做米酒来吹，你捌听过无？哈、有无？其实番薯甲米酒头啊来去电锅来吹吼，迄毋是食神经痛啦，迄是食酸痛啦，肌肉酸啦，啥物所在痛？害我咧食甲醉鬼啊讲，我不晓啉酒，啊无效，啊落尾啊吼，咱诶迄个蔡弟叔。台南的蔡弟叔报我吃迄个物件吼，头一遍吃落去好一半，厉害呢！啊，到即马我健步如飞，拢好去。所以恁若有心经疼吼，坐骨神经啦，因为我落尾知影当心吼，有足侪，因为伊昨日开会才出来讲，伊讲吼，奇怪，那二三十个人叫我去甲订药啊，讲什么药啊？啊，都你吃迄坐骨神经啊，还迄药房哦。我讲即摆是安那行李那遮尼好，啊，我才知影讲啊，坐骨神经疼人遮尼啊济。因为既然我真正食好哦，啊，报互你啦，安尼好冇？你若无代志，你若无诶，你免去了，你记起了啊。不是重要呢。拄啊开始我唔敢食啦，伊口也是真水啦，但是内底无 logo 啦。嘿，药啊，内底无落去，我食了会惊嘞，吼、哦，可能唔是啦，因为吼、哦，报给我的是台南的迄个啊，做滚手，台南的迄个婚姻馆的滚手，伊报给我，啊，食了真正好去，啊，伊吼、哦，伊讲伊食三包，三盒啦，啊，我食一盒就好啊嘞，可能我的身体较好一款，啊，买个食，因为好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您一旦记起来吼，预防呐。啊无吼，坐骨神经疼吼，你敢讲人不爱相信？伊外口破拢同款啊，然后你加深，啊其实毋是，行路行到有够艰苦。这是这味报给各位。啊，听讲是内底成分是鲨鱼骨，啊鲨鱼的骨头啦。啊，我伫想讲，我可能是毋是钙质的关系，但可毋是呢？啊，为这個。屁股这样牵一条线，牵去到下骹呢，啊，走路我拢会疼，啊，所以最近心情较好诶，伊摆脱了那个痛苦，哦，啊，报予你知，这欢喜是报予你知。今日3月8号，即天爱甲会记咧，就是你毕业的时阵，你每一个毕业生，你有一张结业证书，这张结业证书你若摕到，听好哈。唔通丢掉不补发，因为你今年有结业证书，我会跟你拷贝，我来跟你拷贝，较好些好些。
啊，有真侪东西吼，等于找咱专业甲吊起来，拷贝甲吊起来。这张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、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，就是讲这张会当抵得上你的啊，拜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的硕士、博士班的毕业证书。后拜那中华民国系统的硕士、博士，我们不承认，因为那叫做毒苹果理论。毒苹果理论就是讲，在台湾这块土地顶管用有毒的教育，让咱的囡仔去读，敢若袂输这块土地内底有毒，啊，种苹果生出来的苹果又红又红又漂亮，但是会使食无？袂使食，因为土质内底有毒素，所以迄个苹果嘛带毒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毒苹果理论。自前以后，中华民国系统的硕士、博士不承认。但是咱阁有一个政策，就是所有的人为小学毕业，哎，为幼稚园开始，读个硕士、博士拢免钱。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，安尼好冇？这还阁无厉害，阁一个更加厉害，互你听。看起来，这内底少年啊，还未结婚的举手，还未结婚的啦，还没有结婚的请举手。你如果不举手，到时候我知道我就不给你补助啊。啊，就搬来，只要小孩子一出生，在医院出生的第一个礼拜，政府就给你一张存折，内底每一个月拢固定给你寄5万。你替台湾民政府饲囡仔，所以爱给你保姆费，对不对？这才是真正的台湾人应该受的礼遇啦。这其实你也不用拍手呢。后摆执政以后，故意来老百姓就感觉讲，我应该得的福利啊，啊，无这个囡仔生出来上面饲，政府爱饲。啊！你替政府饲，政府爱予你补助，予你牛奶钱，予你囡仔的衫钱。欧洲较先进的国家拢是安尼。你是去英国、德国，咱爸母真简单啊。所以真侪中国人拢走去英国生囝咧，一直想方设法偷渡，都偷渡到英国去。所以每一个中国的查某，大家拢大巴肚。啊，这英国嘛讲，啊，当然是啦。阮即马，恁人走来英国都拢大巴肚，因为因的社会福利真好。台湾需要有这个社会福利。当然啦，迄个时阵哦，我相信外国的，会真个查某会想要来嫁来台湾，但是就咱要小甲懂的，若要嫁来台湾，上好是西欧。金塔门，少年16岁，加22岁左右，你来台湾读册，我给你钱，一个月给你3万，伊即马给中国3万，对不对？咱给伊钱，给你3万，搁厝厝给你住，查甫查某拢无要紧。你若甲台湾人结婚，搁送你一栋厝，品种改良，安尼好冇？你们。迄拍破啊，拢是较老的奇怪，恁无机会啊！你袂当搁甲离婚娶，再离婚的再娶不可以。当然不可以啊！你要搁人娶两个哦。哦，你是讲吼，细汉囡仔是不是会使开始读册吼，拢总免交学费啦？一直到大学，硕士、博士啦，这是教育政策啦。你可以期待，咱绝对做得到。你先想看卖啊，柯文哲一个做市长，发现讲马英九、郝龙斌，迄种的迄贪污是贪到惊死人的贪呢，你敢知影？还佫拢无罪，法律是因中国人定的。但是我要今日甲你讲吼，唔是讲要郝龙迄个郝龙斌来，就是马英九。我今日甲你讲吼，你也会记得一点：台湾是因为战争的关系，
而且是因为打败仗的关系，这块土地去给中国人占去。初级班你就读到这点，占领不能移转处分。什么人要跟你编？你跟读一句话：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什么人来拢同款？日本人来、美国人来，什么人拢同款？未当给他移转我的主权。伊张上课，我甲你讲，什么叫主权？什么管辖权？这不一样。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吼，你民政府你也无刀也无枪，你是免哪将中华民国赶出去？有安尼想的举手？你无举手无正常啊！都真正啊！你无刀无枪，是免敢赶啥？我问你咧，那领导听好啊？领导去给人给你占咧，阿爸先给你占咧，罗马给你占咧，罗马有刀有枪。甲伊讲，我袂搬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有啥物方法叫伊搬？啥物方法？较紧去买一支枪甲伊崩，迄是上解退的。上好方法是啥？法律。美国就是全世界警察，对不对？所以伫美国提出告诉，告诉赢。美国的法律是三权分立，司法、行政，甲这个这立法是独立的。伊司法去命名伊的行政单位，你爱去甲帮忙，派兵嘛爱派兵。从中华民国阿爸先甲赶出去，因为你甲占领占领一年可以了啦，有够啊啦，税金也有够济啊啦，应该搬。这就是安怎？今日三月七八暗时七点。咱有32个，啊，到伫美国出事的有6个伫机场等，因暗的七点，咱要为桃园直接飞去华府，要飞去纽约啦。啊，然后第二天我们到华府，准备去参加3月12日的国际记者会。这个国际记者会有200个外国记者。场面惊人嘞，足惊人！我们那天现场实况转播，您今日回去，拜托诶，把你所捌的人拢甲讲，叫伊电脑拍开，3月12日暗时8:30同步转播，因为暗时8:30就是你迄个华盛顿DC的暗时，早时8:30，互你看一下讲，什么叫做？国际记者会内底讲啊足清楚的，台湾民政府要将中华民国给赶出去，你拢点点是啥意思啊？嘿，恁上六天啊，甲即马迄个反应啊，好慢好慢，恁起来很奇怪的吼，恁受了69年的教育，迄脑筋已经迟钝去啊。那不是理由啦，所以我跟各位说，我们这期刚好恭逢盛世，要发生大事情。我们这里有拜拜的举手，拜拜，我也有，基督教的举手，也很少，基督教一般来说是在全台湾是7%啦，但每在我们台湾民政府不只是7%啦，大概10%啦。你那基督教，你会当甲请教那个祷告的时阵，会当问耶稣基督。那拜拜吼，会当去问你的姓名。你去甲拜拜拜好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讲假哦。今年一定变天。所谓的变天，哇这反应伤紧啊！还没讲出来就拍手。我的所谓的变天吼，不是讲吼国民党啊、民进党、民进党啊、国民党，迄叫变天，不是啦。规个天顶拢总变。台湾其实无蓝色加绿色啦。台湾怎么有蓝色绿色？迄拢是国民党甲民进党所布出来。民进党当时安那成立，你敢知？你知无？1986年的时阵啊，美国的
众议院通过要求蒋介石要成立党外组织。那当时发生啥？江南事件。那当时又发生啥？美国说你这个地方是我占领的，啊，你在那里在台湾实施恐怖主义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在195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美国也要派部队将蒋介石的部队给赶走，赶去海南岛。后来呢，他太好运了，真的太好运了，他带这么多人，还有老天给他保庇，啊，这拜托台湾人哦，以前作孽太多，发生罕见，啊，所以让他留在台湾。所以1986年，所以所谓的民进党是在1986年的9月28号成立的。啊，他成立的时阵，他当然要戒严呢，但是当时伊哪会当成立？是蒋介石一手安排伊成立。在什么所在办民进党的那个做组织，那个开会通过讲要成立，要成立这个做台湾民主进步党，在圆山饭店，依山黑上的，你敢知？宋美龄的呢？宋美龄在圆山饭店四处都是有监视器，监视那个窃听器呢？伊让你底下开，你就知影原因咩？蒋介石甲因讲，恁若伫我体制内底，甲我选举，我给你钱，我给你人，恁去组织，一挂台湾的推下面就去组织。迄当阵伫党外的时阵讲安那，伊讲要将中华民国推翻，但是党外的人转来台湾，拢改变，因为选举以后，因得到好处啊。咱台湾民进党。我无甲你骗，从开始到即马，为2006年到即马，已经经过9年。这个中间有真侪有关单位甲咱讲，秘书长，你去鼓吹选举啦，阮阮无钱，阮予你。我敢甲你讲一句话，伫台湾唯一不肯接受。中国人、中国国民党的所谓补贴要参加选举，仅仅是台湾民政府而已。因为哪个台湾民政府无去，台湾灭亡，后摆你就找无台湾人啊！一线生机，所以我嘛真感谢各位来受这个份。恁受，恁哪会来受这个份？恁敢知影？因为2006年，咱恁控过10月2日是咱控过美国。2009年4月初7，美国的高等法院宣布迄5点了后，伊就甲恁讲：恁毋是台湾人，恁一定爱去按照战争法去成立台湾民政府。所以，我们真正台湾民政府成立是在2008年的2月2号，底下的福华人力中心成立的。了后成立了后，咱向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布。迄当阵有得到5个国家的回应，包括日本、包括美国。个咱亚洲还佫一个小，不讲真大个国家，但真善。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巴布亚新几内亚迄个国王啊，还佫伫个。伊那去讲要甲咱承认，伊是伊留日的，甲我共款。伊讲，我老早就甲李登辉讲啊。恁台湾是还阁占领地，啊！恁拢歪神，因为有当我甲恁台湾迄媒体、甲恁政治人物讲，拢对牛弹琴。迄当阵我嘛还阁，伊咧讲的时阵我唔知啦。李登辉去访问的时阵，就有甲讲啊。恁台湾人很奇怪啦，恁明明这个土地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讲，美国是恁军事占领地，啊！恁台湾人拢唔知影，啊！敢若家己讲台湾是中华民国。你看台湾人看外公，你敢讲吼？外口的人无甲你同意，我去搁甲你笑呢。哎，对，你笑呀，讲你笑呀，你是无看外口警察？
拢是中华民国。但是即摆外口警察的中华民国，诶，警察甲你开红灯的时阵，有写中华民国无？没有，唔敢写啊！你唔相信？无你台湾去违规看卖啊！伊咧甲你开灯的时阵，诶，啊，你咱顶管无写中华民国，啊，你唔是讲你中华民国警察吗？你怎么不写中华民国？所以你推这张单会伪造文书哦。你为什么没有写中华民国？啊，你咪家己印呢？所以是安那，我昨下甲恁讲，红单迄个车牌红的，警察不爱甲你开的原因就是，互咱太侪东西甲吐槽吐甲密密麻麻，停落来，甲伊讲的拢是这套法律。但你敢若读到高级班哦，我认为你的功夫还阁无同啊。你若想讲读到高级班就出着臭屁，哎，你有资格挂红包，但是要甲伊讲法律，你的新台湾人一定爱去读。咱新台湾人迄个做军校的考试，你当几个考无？要要看卖啊，301破纪录。因为吼，咱过去是一个月考一考一摆，这边第18次爱让三个月，让三个月是咪要予咱遮新来的遮人有机会？哎、欸，啊你讲啊，头前你咱考军校，阮乃无机会，会使哩？因为即马军校的名额超特别满，这边考的也满，三个月就是讲吼会淘汰。我感觉有的人很好考试的啦，啊，有的人是很好做事的，啊，很好做事，这些人哦，考不过的，头痛的，啊，有的是考不过，做事的方法，零分啦。我感觉柯文哲是属于类的，很好做事的，啊，不是，很好做事，但是做事哦，一尴尬哦，讲不对的。啊，无代无志，人人搁讲一句话，讲台湾已经进口外国新娘300,000。哎呀，我想哦，这查某是安那，何你用买卖的哦？人我是很客气，对不对？我讲我来西欧找18岁、16岁以上甲20岁、22岁左右的男女，请因来台湾读册，予伊钱来读册。啊，一定和咱男做伙嘛，甲查甫查某男做伙，就可能会恋爱嘛。啊，搁一个好的诱因底下，你如果结婚，我就送你一栋房子。但是那个规定讲，如果离婚，我就房子收回来。啊，我意思，我讲哦，外国人是不要想啦，拄着台湾人哦，要求你啊，因为着要得到你的钱，真正去结婚。啊，结婚结两天离婚，啊，厝变伊个，袂使哈。囝若生了，迄间厝变囝个，爱靠你啦，安对不对？第二次结婚不算房子，所以哦，我看咱遮年纪较大，拢伫微微啊笑，不可以。啊吼，迄天伫咱伫迄个同学咧讲吼，举手查某个举手，秘书长。你要鼓励台湾只有一夫一妻制，鼓励吧。查甫拢点点，讲得很好了。我鼓励哈，一夫一妻，而且呢，生活的伦理要搞好。我们绝对禁止那个所谓很多小三，所以我咱整那个厝哦，你一旦一。夫妇两间就好，第三间一定重税，所以现主席的财政部柯文哲的办的迄种法，是咱台湾民进的方法。我们老早就讲了，迄有几个意义的，禁止你有小三。恁两个翁仔某住三间，要住喺度，无效嘛。恁若18岁以下，叫搬出来，政府会一间厝。不用钱的、啊、所以你要第三间厝要做什么？不能用厝都在炒房地产在赚钱啦，那个是不对的啦。所谓钱应该用在生产事业，
咱台湾吼有真济代志，尤其是农业，我们要求你有多余的金钱花在农业的改革上面。阿伯种出来石刻一粒，拢甲囡仔头遐大粒，一粒迄个石刻甲换迄个电脑还是电视一只，一定做会到。我去日本读册时，有一摆去百货公司，吼，有一粒山啊吊有够悬，伊做一个别墅塔，伫上天悬啊，电费较少。你知迄个山偌济钱无？30万日票。伊遐甲你写啥？有机耕种出来的山啊，要收一粒啦，山啊30万，咱免30万，那咱卖15万就好啊。台湾所有山拢卖到日本，安尼好冇？啊，那好，当然我看大家拢去种山啊。含咱哩吼，尤先生，我讲过哦，后边嘛头种山啊，种足多，伊嘛种有机的山啊。天空今年山啊花哦开足多，啊，我是农业我外行，但我有个头讲讲，你花开遮济唔好，你要加一挂条，安生出来山啊只啊会大粒。所以恁今年吼，差不多7月左右恁来，恁若个倒来倒来遮，恁一定会倒来嘛。转训的时阵吼，那好运有山的时阵吼，恁会让家己办。我跟你打赌，我们已经种了，已经很多开了很多花了。对啊，就是这里啊。咱种的山啊是什么山啊？你知不知？嘿，比艾文较好。你绝对唔捌听过，叫做福尔摩沙总统一号。喂喂喂喂，讲今天啦，你拍什么手啦？迄个山啊吼，迄枝偌大，枝偌大，偌大粒，你知无？大粒咩？什么细粒？遮大粒咩？啊，枝偌大粒，你知无？敢若一张纸。新的品种，而且你有去看哦？哎，今晚唔当慢呢，哎，开足多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要食咱那个福尔摩沙总统一号的山呀吼，含皮做一只，你有惊一条无？啊，你若即世人，你若要食过即种的山，我随在你，因为。这个山的种是跟农民党丢出些土的，啊，因为吼较贫惰，所以给他偷那个种栽啊，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叫来种。头几年吼，头几年种差不多30-40担，生一粒，下天那好下四秒包到尾也是饲鸟仔食去，吃不着。啊，今年哦、喔，我咧甲姚先生讲哦、喔，今年发动迄个东心来甲包起来，唔通去哦吃，只好食，咱先食，只好食。啊，我相信啦吼、喔，迄、那个今年这山啊生出来，一定很多人会想要，有够好食，因为迄当阵，我有送予李登辉甲迄个陈水扁啦，啊，李登辉因太太吼、喔。上了上了然后一定要打电话话啊，林先生啊，我给你请啊，山就好吃呢，啊，总统就爱呢。我有啊，哦，安尼好啊。啊，外口唔知你卖无？我就知意思啊。你听好无？他今年过来上两盒去，我无啊。时间过啊，真正就好吃。迄个山啊吼，有感觉迄山啊有香，啊有臭味。咱这种山啊无臭，但是种袂济。咱遐种我看遐种40担尔，啊但生有够济。嗨啦，我靠在讲伊山啊去。咱是初级班高级班毕业吼，恁即马转去，每一个人爱去准备乌西装。查某是裙还是裤拢不要紧，帽啊一顶有 logo， 迄个标志，
那是标准的服装。你想看卖啊？大家拢穿西装，在咱的州办公室，在咱的郡办公室出现的时阵，连警察都对你客气三分。咱不是黑道呢，黑道是穿那个黑色的靴子呢，咱是穿西装呢。警察看到咱客客气气。我哩感觉爱就连三月一号板桥办公室成立，啊，警察真济来搜证诶，啊，警察拢穿便服，比你咱来滴无所遁形。你听我，用用迄个的头夹起来讲，哎，咱拢穿西装，啊，甲咱以前无共款，看嘛，知影讲你是警察。我二十岁，所以遐警察拢很尴尬。啊，查某警察吼，毛计先抱迄个红眼呢，足趣味诶，迄国安局诶。啊，囡仔嘛足趣味诶，囡仔看咧你看，种强迄国安局，伊有一个耳机哇，甲揪落来。咱讲，咱话讲，咱都来请啊，啊，唔免啦，知影你啦，来啦，你二百坐马去啦，你来要翕啥物相，就你翕啦。台湾民政府唔惊就唔惊人翕相啦，啊那翕好诶，上先我寄一张互阮啦。我甲你讲，台湾民政府从以前到今麦为止，从来没有怕什么调查局啦、警察局啦、国安局啦，从来没有。那嘛无人因为参加民政府去联谊创啥？那你车牌嘛是同款。当然你有资格，但是我要甲你讲，你唔通甲我买去做纪念。那个车牌有两种，一种是十二年执政以后十二年免交任何税金费用，另外一种是十年免交任何税金费用。这是要鼓励咱的同心宣传台湾民政府，但是美国有规定甲交代，即马。你挂这个车牌，拜托红牌甲白牌做一挂。流氓的中华民国，迄块牌是白牌，咱的牌是红色的红牌。咱的红牌顶冠有写 USMG，US 的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 TCG。咱会当将咱台湾民政府伫美国注册迄个公文给你。中华民国内政部其实也有发一张公文，讲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，但是伊无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是非合法组织啦，伊咱无改登记，咱那就要甲中华民国登记，是你中华民国甲登记才对呢，对不对啊？你读法律你要懂，啊，但你卖翻译查要讲夹一招。白牌甲白条跟他挂红牌，这是不对的。迄、那个白牌是代表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的管理当局，所以有权利甲你罚钱。安听有吼？这里、個、初级班、高级班，时间过得很快。啊，恁这期算讲运气非常非常好，下个礼拜五六日三天两夜。是职前训练，职前训练无定定有诶，你家己去想清楚，你真真正正有要做职前的时，要做台湾民政府的政府官员。职前训练以后有五种职业你可以挑选，第一中央的参众议员，中央参众议员已经满了，你可能无多见，中央的内阁也未满。州的内阁阿伯万，州的州议员五个州是万啊，第二个郡的内阁甲郡的议员这阿伯万，个黑熊四十岁以下会当参加黑熊，什么叫黑熊？就是部队。黑熊不拿刀不拿枪，而拜做警政单位的督导。督导不是分局局长，也不是副局长，但是比分局局长靠力。
你可以撤换，当场给撤换，啊，报给中央就好啊。国民党那些人叫做政战呐、啊，还有海巡署也当做督导，国安局、调查局都可以。这是黑熊，你们回去自己想想看，你们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想，让别人是较早想呢，他们有很多时间可以想，你也一礼拜让你想。啊，今日因为我等下去隔壁有课，所以我要先去那边上课。啊，这个高级班我的课就上到这里，这多谢各位，谢谢。